找谁呢？。小玉啊，一会儿到了许安那儿，还是下车打个招呼吧，毕竟人家今天开业。我真的不去了，你要想去的话，你去吧，我可以自己去看店。哎，那算了，你要实在不想去的话，回头我让人帮我送个花篮，表示一下吧。咱们就忙咱们的去啊。替许安谢谢你。这有什么可谢的？之前他那么对你，是他不对。那都是误会嘛，要是没这些误会啊，没准儿我俩还能成为朋友呢。廖老师，终于，廖老师，好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二位呢，也是我们这个博山木樨谷的民宿主，这位就是咱们青纸名舍的。徐总，你好，徐总。哎，你好，徐总。徐总，今天我哥俩来呢，一是对你表示祝贺，二啊，我们也是受朋友之托，给您送个花篮。哪位朋友？啊，是北京的秦生，秦总。哦，秦总，这回来参加也很遗憾啊。